现在我跟你讲一个最简单的处理方法，就是我比较有一些有的没的，我已经懒了，也不是懒了，我觉得我要忠于原稿，先复制一个，第一步先清渣渣，印章选完之后，先把渣渣清掉，按住 Alt， 在缺陷的旁边按住 Alt 点一下，放开 Alt， 然后就可以用滑鼠呢去把渣渣，就是错误的地方，你看它这个我套上去，它十字点在旁边，你看到，他就跟你讲说我是用这里的补过来的。好，我们把渣渣清完了，你觉得哎，这都没问题的，没有不好看的地方的。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子补旁边的？他会跟着跑啊，因为你跟他定义说在旁边啊。我怎么定义的？就是刚刚 ALT 这个动作，就是跟他定义的。好，然后完了之后，我们就是新增一个图层。直接变彩色针纸，完了之后就可以补色了，补完颜色就可以搞定了。画笔调整画笔大小，然后选颜色，然后画笔去上。当然画上去不好看，调整一下透明度，有没有？好多了，那颜色就比较饱和。透明度你可以调透明度，也可以调流量，这两个都可以啊。反正就是你觉得好看就好。好，第一个颜色。补完了之后再补第二个颜色，那这个颜色也就这样补。那其他的这个颜色也是一样，基本上其他颜色你就可以根据你的目测去补它的底色，因为你是创作者，你知道它底色是什么，比如说这个是土黄色，对不对？那你就直接在这里直接找土黄色就好了，就是你画的你应该可以决定它的底色是什么， 是什么颜色，然后之后就可以，就这样子就好。对，我就取这个样子就好。啊，这样子填一填，我们的原味就出来了，这就是你要的原味嘛。对，我不想太花俏，太花俏对你的图来讲也不是很好的。有功，毕竟你也是你的原稿是这样子而已。那当然，以后如果你还想再做其他东西，因为有时候会有一些运用啊，这些运用其实不见得你用你会遇到啦，那你要遇到了之后再来说就好。那我们把这个图原图的颜色补一补之后，记得哦，像我这样补完之后对照一下，看了难道你没有补到，我补完了，我补完了哦，我整张都 OK 了。建议你加一个东西，加一个东西，你的版权声明。我在这里啊。那是你的签名。嗯。你的签名。那如果你要PO上网啊，PO上网，通常你都会打一下，比如说九什么网。九简。九简。风景彩绘，版权所有，就写在那里就对了。因为你写在这里，人家如果给你盗图，他会截一半，他会把你的那个版权字截掉。那截掉，你告他就告得赢了。或者是他会把你的图，他如果懂得电脑绘图，他会用印章把你的字给清掉。那我跟你讲，没人这里还可以清到完全看不出痕迹的，
一定看得到痕迹。那你在这个很复杂的地方加上一排浮水印，他要把它清到完全无痕是很难。浮水印怎么用？就是那个字啊，嘿，加字就对了，嘿，加字就可以了。你看啊，我，你用什么颜色都好，白色也可以。好，一二三四，嗯，好吧，那就是浮水印了。哦，哎、okay ，那当然浮水印这是字啊，这不是浮水印。现在浮水印是把它弄淡，不透明弄淡，这才是浮水印、啊哦。不过通常我都会看你啊，你如果不想浮水印坏掉整个画面的话，你就把它弄淡。啊，如果说不差啊，不差那个，对，有它的前侧。嗯。那通常我都会怎样，你知道吧？你的创作版权。啊，你的粉丝团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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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排过英文字连接啊，打在上面，那个字就很多了，字很多，他如果要到你的图，他会整张下面整个截掉，留用上面的，用上面，他如果被你发现到了，他就倾家荡产，因为你可以一百个理由跟他讲说你损失多少钱的，就可以请他做，就这是版权的那个著作权的一个。好处的就是这个，那今天就这个，这样子 OK， 对不对？这样子 OK， 好，完了之后，我这个弄好了，对不对？嗯。另存，第一个这个档案要存好，所以我存 PSD 档。第一个是存 PSD 档，以防你日后还可以再改字、再改颜色。好，完了之后另存新档，另存哦。那另存什么？等一下啊，一个在填。另存成你要再另外打一个流水号码，就是比如说是啊、电脑处理档，嗯，或是补色档，嗯，或是打 A， 嗯，或是 AA A1， 嗯，你自己知道，你有谁给他一个那个嘛？给他干嘛？给他一个号码啊，一要立马找他工。一个原稿，一个补色的。一个原稿，一个是补完色的。嗯、哦。那你假如说我不想这么麻烦，那你就把你的原稿覆盖掉就好了。嗯、哦。就不要留原稿了。好。那原稿可以少啊。啊。原稿纸还可以少。对啊，但是你如果原稿不见了，算了。那这样就把它覆盖掉好了。看你啊，看你、啊，那是个人的一个习惯问题。OK， 好，就这样子嘛。嘿。你第二个我接受，第一个太累了。来给啦，因为不是第一个，我是把他的可以做的工。